咁樣咧都去到咗非常之緊張嘅時間，就係頒發我哋第一個大獎，就係最佳配樂獎。當然咧，我係需要咧係請我哋嘅頒獎嘉賓。今晚嘅頒獎嘉賓咧就係我哋嘅許沛老師，唔係戴思聰老師，都唔係陳錦全老師，都唔係陳錦新老師，都唔係係陳錦。陳老師，請你頒發一個大獎。好，你可唔可以幫我揸住？可以戴翻眼鏡。1994年度奧斯卡之夜，最佳配樂獎係《總有的鼓勵》，作者係Danny。梦前夜像融化了一切，预备今晚 special day 大计，手中3-2元怎可比你最鼓励，今晚一语付出一切，谁叫我今晚将送一注夹于你的碗面，谁叫我今晚食饭不食餸，冇錢仲着老細，去啲緊記大 cash， 花費超出估計，遇著個 sister 今晚好開胃，正茶又要相計，肚餓就拉實個胃，期望佢滿意回歸。遇著個 sister AA 好鼓勵，友情係最寶貴 ，pair up 又夠鼓勵，事成就感激上帝。阿 Danny， 講講幾個嘢，我想請問下你啦，你作呢首歌嘅時候咧，你嘅心情係點樣？唔知弟兄姊妹有冇聽清楚咧歌詞裏面？其實我相信咧，好道出咧弟兄低嘅時候嗰啲心聲嘅。咁咧作一首歌嘅時候咧，梗係做基督徒好多嘢會鼓勵啦。但係我相信咧，低係其中一樣嘢咧係最鼓勵嘅一種。請我可以